哦，这一个味道啊，很香，这一道菜很香，我很喜欢啊。马蹄炒猪肉呢，我们就有猪肉啦，猪肉，因为刚才我要它退冰，所以我就切一片片，之后呢，我会切成那个条状的，啊，过后马蹄啦，白五克，柠檬四分之一，一粒蒜头，这个是我们叫辣椒片啊，这个呢我是买这种边的 ，chili flakes。好，如果你们家里有辣椒干呢，自己也可以拿辣椒干去烘一烘，然后给它打碎它。半茶匙的黑椒粉啦、啊，再来就是这个圆心，好，蒜头，切成片了。马蹄大概是一开三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先把肉切成。一片片厚片的，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条状。这一道菜如果你们炒出来呢，你一定会爱上它的。然后这个猪肉啊，我们放点酱油下去腌制一下。好，酱油我们大概给一茶匙就 OK 了，给它入一入味。Okay, 给一点点的水下去。OK， 我这里开着火了的，给少许的油下去。Should it get ya? OK， 蒜头，蒜米片，先爆一爆蒜米片啦，慢慢爆，爆香啊先。然后我们就可以下猪肉，猪肉一下去呢，我们把它弄开先，啊，煎一煎，炒一炒啦。好，马蹄跟着下，给一点点的水下去啊。黑椒粉、辣椒，这个辣椒片、圆心。然后适量的盐，继续炒，然后煸到干干。哦，这一个味道啊，一路炒它，炒到它干身，很香，这道菜很香，我很喜欢啊。最后呢，我们就下柠檬汁。炒到它干身干身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一定要试啊，这一道啊，应承我啊 ，promise 啊，哇、哦，马蹄炒猪肉完成，喂、哎，正。